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开箱法国月租只要台币5200块的公立学生宿舍是长什么样子。那我是在雷恩商学院交换，然后我住的是法国公立宿舍，叫做 Cruz。这个 Cruz 是全法国各地都有，只是每一个地方的房租有点不一样。那我住的这间，因为它比较老旧，然后月租是165哦，大概台币5200左右。就是我觉得比起外面租屋，真的算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。所以呢，今天就来给大家带大家看看，就是台币5200的学生宿舍长什么样子吧。好，那我先简单说一下，我们这边是浴室、厕所还有厨房是共用的，然后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房间，所以我现在在我自己的房间里。那我们就从房间开始介绍吧。好，那首先是一进门呢，这边就有自己的洗手台，自己的洗手台，然后这边是我会挂一些浴巾跟洗澡用品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门口有个杆子，可以挂一些衣服，我穿过的衣服。然后这边洗手台下面就放一些鞋子跟我的垃圾桶。那门口进来的另一边就是衣柜，这两个是衣柜，上面也有柜子，可以，我都是放一些厨具。那一进门看到的画面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左边有一张床，它会附两组的棉被加床单，你可以自己换。再来看到右边就是有一张非常大的书桌，旁边有一个柜子，我里面就是放很多杂物，我的桌子非常的放了非常多东西。这个台灯也是他原本给的，然后他会给一张椅子，还有那边有一张，左边那个是电暖炉，对，然后还会有两扇非常大的窗都可以打开，这是从我房间窗户看出去的样子。我觉得整体整个房间的空间算是非常非常的足够，就大概这样子。其实它这里有一点老旧，就是有一些窗户啊，可能会有一些斑驳的状况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去看外面吧。好，这是我们的走廊，我们一层楼大概有10间到15间左右。然后带大家来看我们的厕所，我们厕所是就是两层楼会有一个这个东西，里面就是会有两间有马桶的厕所，对。然后有两间浴室，浴室大概浴室空间蛮大的，但就是，大概长这样，浴室空间大概长这样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厨房，厨房一进门的左边就会有一个微波炉，这边会有一个餐桌，然后这边就是煮饭的地方，煮饭的地方还有总共有4个电磁炉可以使用，然后洗手台在这。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房号都会有自己冰箱的位置，然后会有锁。我住到目前住到4个月，目前到现在可能也是因为我邻居很好吧，我没有遇过食物被偷或者食物不见的状况。好，我刚刚不是讲到我们一层楼有10到15间房间吗？然后我朋友最常问的就是这样，我们不会很常遇到厕所没办法用，或是有人在洗澡要洗澡没办法洗的状况吗？其实我们真几乎没有遇到，因为这边的人洗澡都白天才洗，然后我们都是晚上洗。然后厕所的话也没有遇到过说就是很想上厕所然后没有厕所可以上，因为我们上下楼层都有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去别层楼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厨房跟厕所就是每天的白天都会有 cleaning lady 来打扫，但是到晚上就是大家使用过后就会变得比较脏一点，但早上他们就会打扫干净。在我们宿舍的顶楼，就是7楼这边有一个洗衣间。然后这一台是洗衣机，这台是烘衣机，各只有一台。然后那边是付钱的机器，洗衣的话是2.8欧一次，烘衣是1欧一次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洗衣机比厕所更常遇到就是有人在使用然后不能用的状况，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算好时间，等前一个人拿走的时候赶快上来接他的继续使用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电梯，它超级酷的，就是等一下给大家看，就是呢它有2个门，电梯到了之后要自己打开。然后其实电梯非常的小，我朋友之前来第一次坐的时候就觉得很可怕，但是我觉得坐久习惯就好了。拜拜。好，那我最后就来总结一下，我觉得我住在这里4个月得出的心得，包括优点跟缺点。那我是在雷恩这边交换，我住的叫做 Stone Daily 这间 Cruz。这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是它离市中心很近，因为其他 Cruz 离市中心比较远，所以我住在这里，我有一个觉得非常棒的优点是它距离市中心非常的近。第二个就是房租很便宜。
第三个是我觉得因为我们要共用厨房嘛，然后我常去煮饭的时候就有很多机会跟认识其他国家的人，认识住在这边的人，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点的。那缺点的部分就是我刚有提到我们这边必须共用厨房跟共用卫浴，如果比较注意整洁的人可能就会比较不习惯。对，但是因为我自己我很不喜欢房间里有油烟味，所以我朋友他们住厨房附在房间里的，他们煮饭就是整个房间就会弥漫油烟味，所以我没办法接受，但我反而比较喜欢这种。对，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因为这间比较老旧一点点，所以它有一些斑驳啊，设备比较老旧的状况，但是我知道其他间 cruise 房租高一点点的 cruise 他们会比较新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。但整体来说，我如果我重来一次，我可能还是会选择住在这里，不会选择去外面住，因为房租真的太便宜了。然后在这里也认识到很多就是新朋友，很多很好的朋友。如果大家有想要来法国交换或是念书的话，可以走走看有没有 cruise 这个选项。好，补充一下，我会申请到这边也是要透过我们的学校，就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去跟 cruise 申请，我们是透过学校申请的。那谢谢大家收看，下次见。